去抓来。念念跟 Julius 他们在玩 GTA 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有苏苏他们。知道，我刚才看到了。哎，生生是被吃了，怎么变成第三名了？我没有被吃不啊，不不，只是变小了，在缩呢。超管风房间。生生生生，你能不能帮大家帮你的水友说一声，这个叫企业家大 K 的人，请不要吃。这个并没有的，没有，我叫们企业家大 K 了，一看就和我们不是一起的。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。笨，我讲好讲搞笑。你玩啊？我喂你，我多了，我喂你，你去吃呀，快点，多了，粘进去。他妈这个，哎，这个怎么说梦露飞机场？我要杀掉他！等一下，我变大，我一定要吃啊！别急，这个梦露谁把我变大？现在分，等我分，等我分，我先给你那个，然后你喂他。你分，哎，别，别喂我，别喂我，别喂我，你喂我干嘛？又来了鲨鱼给我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。你再分裂一次喂我，分裂一次喂我，我咬它，分裂一次啊。这不能吃吗？我靠，企业家大 K 居然在这儿，你小心一点，等我别吃了。我靠，他要吃我。谁吃了你这啊？个鲨鱼生生别吃我啊！什么誓约我天，胜利之剑，我们是不是一起的吗？合体。哦，我估计他要吃我了。堕落，堕落，堕落。好，你六，好，你六，你六啊！我走，我走。我又看一个鲨鱼奇迹。我靠，这个人敢叫鲨鱼蠢货！啊，我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鲨鱼生生不是自己人吗？王子，同志们，我发现是哪只鲨鱼？改名，那个小熊。这是王子，你们看了吗？然后你们进去之后会跳出这个，啊、我这个看了吗？转发过来啊！第一个这里是取名字的，然后这里你选中国的，不玩了，这然后你就如、这个、你就这里刷，这里不是有两个东西吗？然后你在这里刷。我生生竟然吃我！我靠！行，我都被吃了好吗？我都被吃了，你还说？自己都把自己吃了吗？他都还把我给吃了，有很多叛徒。然后你在这里刷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刷，在这里刷，这里可以刷，刷到我这个房间为止。你在这里面换，切换，切换，那就换到我这个。可能就是换到我这个排行榜的话，就是跟我一个区了。如果没有换到的话，那就可能是也是这个房间的人。你叫什么？孙一江。哦，心好累啊，真的是。鲨鱼露露又是谁啊？我啊，你会看到好多个鲨鱼露露。我看到你了，这个是你吗？怪我喽，他们都叛徒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不，我要吃掉这个，我要吃掉这个什么梦露给我生猴子这种东西，我一定要吃掉它。大 K 有的玩了。大 K， 你要吃掉一半的人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我操！有的人觉得好多，各种黑梦露的多得很。妈，这种梦露飞机场我也要吃掉它。我觉得一般是你被吃掉。那个露露跟我一起玩呗，我们俩一起玩吧。OK。好啊好啊，你们在哪里啊？熊熊。熊熊，跟我一起玩喽。熊熊生气了吗？对啊，熊熊说。我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，还不如不玩呢。我根本就放不开手脚去做事情。熊熊，随便你吃，熊熊。对，随便你吃，好吗？随便你吃。熊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去管水友，直接吃了。对，直接吃，直接吃。我都被水友吃了 N 次了，好吗？我都被第一名的水友吃了 N 次。我本来第一的，被他这样，我分裂去救那个谁啊？我分裂跟堕落去追一个合作 W， 结果他把我给吃了。我的天！你竟然相信外人？外人都信不过，你还信外人？我跟你说，熊熊，你进来玩，直接改名企业家小熊。不要，企业家大 K 他得跟我起一样的名字，他得跟我起一样的。企业家大 K 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组织的。什么鬼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小熊已经背叛你了，小熊是深深的。哦，这样子的。不，这里面有个东西，吃掉你。真的。我操！我就问你起不起？乱讲，真的是我的，好吧？我靠，真人名字好恶毒啊！吃我死一百个吗？
找不到，谁吃我谁有毒，我跟你说。你们谁吃我谁有毒。神友们，神友们，你们知道我找了多久吗？我找了半个小时，找这个房间。多，我跟你说，所以你们不要找一下就说找不到。我今天我都找了多久啊？我刷了多久？我把网页关了，重新再开，继续刷，你敢信？我这人你们好污啊，真的是啊。你们还在不在刚刚那个区啊？我卡了，我为什么突然那么卡？你这个人好讨厌，我找了两分钟，天哪，我找了半个多小时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一个假生生把一个真生生给吃掉，你们敢信？真惨，你刚才还假生生去。堕落，我们俩先集合，现在没有什么大的。堕落在我旁边。对，这是梦露吗？是我啊。我们都是绿色的。我也是绿。不好，快走。你是第一名，黑咖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还吃我？他还跑我直播间来，就我是第一名哦。他是为我的，结果，你看，我靠！你这么萌，真的好吗？啊？我在哪？什么？你在哪？我被你吃了，你还问我在哪？在你肚子里了。他现在被吃了，他也被吃了。第一名现在是鲨鱼牛牛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跟我一起去吃别人，你也真的是，你为什么要吃我啊？你看，大鸡是谁啊？弱弱，这家并没有大鸡。你知道吗？我直播间就刚刚那个第一把我吃了的，你知道他说了什么？原来是你啊！哈哈，我操！你把我吃！我靠，他还吃我呢！他还把我也给吃了，好吗？吃了我就把你也给吃了，我天！你咋红烧小面也很多？放慢慢，放慢慢，我来了。放慢慢。啊，我看看放慢慢。慢慢慢慢在你那里，慢慢认识我这个认识我这个 ID 的。诶，慢慢怎么认识的？你再说我认识你一次，我拍死你！我不要先把那个追你的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慢慢跟我走，慢慢跟我走。好吧，一直开一直开，来来来，走起，小松你在哪里？小松你玩不玩了？不玩。我就问你玩不玩？不着急了。我不是回答你了吗？我不玩。完了，来慢慢慢慢把我变大，慢慢把我变大。牛牛，不然没人跟我配合啊。熊熊， okay? 熊熊，我不是闹脾气，我是不想玩了，我去聊 QQ。你说把这上面这个吃掉了？来体验当超管的乐趣，你想吃谁就吃谁。体验过了，给别人杀了。就是。是真正就想吃谁就吃谁，知道吗？而不是说要看是不是自己人，就是想吃谁就吃谁。慢慢慢慢跟我走，慢慢跟我走，我把你变大。慢慢跟我走，把你变大。直播间说有人说把小熊干死，你也知道会被打死。我上榜了，我上榜了。第八而已啊。八名。什么叫你就这样发呆发半个小时？露露，你第几名啊？现在？我还没有名次。慢慢等一下，慢慢等一下，慢慢等一下，把你变大。我现在有点危险，等我变成一个的时候把你变大，或者你把我上面那个吃掉。慢慢，你把我上面那个吃掉吧，你把我这个吃掉。红烧小熊现在是第一啊。小熊是谁啊？小熊你第一嘞。全新第一，那个红烧小熊不知道跟我有仇还是怎么样。我们来打那个红烧小熊，他刚才也吃了我好几次。我操你大爷的，叫我是大 K， 我要吃掉你。心下有众人。等下给我吃个，让我杀掉这个大 K。你们怎么会刷不到呢？让我杀掉这个大 K。嗯，你不玩了吗？妈的，都没人跟我配合了，我都不想玩了。你忘我？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丽丽。堕落，堕落，堕落，我们俩来配合吧。妈的，跟这个游戏太难了。熊熊，快点！堕落，你在哪个位置？坐标给我，坐标。我觉得熊熊要急了。嗯。左下。左下是吧？哇，左下，世纪大战将要产生。四熊狙击斗鱼主播，我靠，这是谁啊？四熊狙击斗鱼主播，四熊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我操，大奶墙舒服了，要吃好多。鲨鱼啊，这些都是谁呀、啊？